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法王。顶礼上务下道大和尚，顶礼上务下道大和尚，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西天东土，顶礼西天东土，红中眼教，红中眼教，诸大善知识，诸大善知识，为天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我们接下来就是学习啊，这第四种因果不虚，取舍善恶因果依教行，行为依照九乘次第上，现见诸法一切亦无执，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在啊这个取舍善恶因果。这上面啊，它是依照着善知识的教导啊，行持，并且呢，行为也依照九乘次第啊，这种九乘次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现见诸法一切皆无执，就以上师的这种智慧加倍，虽然现见一切诸法。却以这一切诸法上离执着，所以这个是什么？修行人的正知正念，一边与因果善恶能够审慎的，能够很严谨的去行持，又而且呢，与一切法的这个上面，又能够离一切执着，所以这个是修行人的什么？修行人日常生活当中他就是如是行的，所以啊他说这个祈祷啊，在上师的足下，因为上师是圆满一切功德来显现给我们，来带领我们走出解脱的，所以说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吾等什么意思？无与伦比的这个上师代表佛一样啊，他显现三宝功德的，所以吾等上师足下我顶礼。因果不虚呢，又分三：一所断之不善业啊，这个所断之不善业呢，也就是我们戒这个含义。什么是戒啊？就不应啊，就是应断法，应该断除的。第二种呢，应行之善业，这也是我们讲的是律。律是什么？不应当做的呢为戒，应当行的就叫律，也就是戒律啊，这样一种。第三呢，一切业的自性，所以这个讲因果不虚的时候，分成这三部分：所断之不善业，应行之善业，一切业的自性。这个里面啊，也就随个人的智慧啊，应该这个它是意义是很丰富的，随个人的智慧啊，都会啊有它的这种受用。众生以各自所积累的善恶之业为因，而导致转生于轮回的善恶趣中，轮回是由业而生。并且众生感受业的果报，转生到善趣或恶趣，没有其他的作者，也不是偶尔的因缘所生，不是偶尔的，不是什么碰巧了那样，不是偶尔的那种。因此应当随时随地观察善不善之因果，断除一切不善业，行持一切善法，
所断之不善业呢，又分三种：一身恶业，二语恶业，三意恶业。四食不善业之果，身的恶业里面又分三种：第一个杀生，第二不逾矩，第三是邪淫。今天我们先来这个认识一下杀生的啊，什么是杀生？对外境某人或某旁生等产生欲杀的动机啊，这样有个动机在啊，对人或者是旁生产生一个想杀掉他的这样一个动机，最后断绝他们的命根。从动机乃至到最后把他的命根就断了，这就成就啊，已经成这个杀生的这个恶业已经啊，已经建立了，哎，所以这个里面有啊，有的杀的这个动机啊，有杀的缘呐、啊，杀的工具啊，怎么样去进行啊，啊，最后到他断命啊，啊，这个里面是有种种的，但是总的概括，一是有动机，二是令他断命了，这杀的业产生了。如果没有这种动机的，那杀业是不存在的。如想食用野兽肉，为穿野兽皮而杀害众生，是以贪心而杀生。所以这个杀生里面这种心态啊，这种动机啊，也有好几种。一个是以嗔恨心啊，在战场上面杀死敌人啊，或者是啊报仇雪恨，这些都是以嗔恨心而杀生。如果是哦，看到那个鸡啊，那个看到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想吃它的肉，哦，看到那个雕啊，就想穿它的皮，这样子想办法而杀它的，这是为贪心而杀。如不了知善恶因果，或者像外道一样认为杀生是善业等，是以愚痴啊，是以痴心而杀生。所以贪嗔啊痴啊，这三种啊，是杀生的这个三个因，三个因，一个是愚痴的，为什么？他有的人就讲了，他说这些东西啊，生下来就是给人吃的，啊，就是可以杀的，或者甚至有的那些外道，他认为杀生是善的，要杀，啊，有的人的话，他有的这种外道认为杀的越多，积累的功德越大，啊，越能够啊。或者是导致他们以后会升天，所以他们就啊拼命的杀，这种杀业，所以这种呢叫愚痴的心啊，哎呀，知道这个杀生里面啊有这三种状态，尤其是杀父亲、杀母亲、杀罗汉，被称为无间业。在这个杀生里面，又分轻业和重业，这个重业呢就以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这些圣者，这为啊最重的，这样的杀业的后果呢，恶果将感受无间地狱的这样的苦报。无间业是今生与来世之间无有中因而直接堕入无间地狱之因，就是说造作了这样最重的恶业的人，他在今生和来世当中是不需要经过中因的状态的。当他一断气的时候，他的神识已经感受到地狱的苦，这种苦火了，这种火了，而是直接堕入地狱的，而是直接堕入地狱的。所以啊，这个是啊，做这种杀业的人呢，他是直接堕入无间地狱的因。现在我们有些人认为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杀生，所以没有造杀生的罪业。有的人会这样，哎呀，我没有亲自杀啊。但是啊，这种人呢，他还是在吃肉嘛，啊，有尽管有的人讲这个三净肉，但是毕竟吃肉的人还是在随喜杀生嘛，对不对？啊，随喜杀生，所以现在有一些国外的人呢，他吃肉的时候，他不愿意看到这个肉的特征，不愿意看到头啊、脚啊、那个肉的皮啊之类的。他是不愿意看的，但是
从这个业上来，罪业上来说，纵使我们现在吃那个鸡精，哎，你看，我们讲的那个鸡精，鸡精就是什么？那种鸡啊，它生蛋，母鸡生蛋生的再也不会生了，再也不会生了之后怎么办？它然后就把这个整批的鸡拿去啊，除了毛之外，整个的鸡这边机器这边进去，那边就变成粉末出来了，这是现在所讲的鸡精。但是众生没有这种，已经没有了这个动物的真相了，已经没有这个肉的真相了。但是当我们内心知道它的时候，依然还是会有这种啊罪恶感，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众生感受痛苦的过程。我们是这个痛苦过程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受用者，所以有时候心里还是不会，还是会不安的。所以有的人他就以为自己没有亲自动手来杀生，所以啊他就没有造杀生的罪业，谁都在脚下杀死了不计其数的细微寒生，没有不造这种罪业的。哎，就是说啊，不管是做官的也好，也是乃至平民百姓那些最一般的人也好，每天要走路吧，哎，走路就要踩死多少啊，要踩死多少生命啊，就是说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都造了很多这个杀生的这个罪啊。虽然有时候我们没有故意的，没有这样的动机，并没有这样一个动机要去杀死我们脚下的蚂蚁，但是每天伤害在我们脚下的生命还是很多的，在不知不觉当中还是很多这种罪业的造下了那，这种罪业的。尤其是上师和僧人们到施主家时，那些施主们啊，烹调血肉供养他们。僧人们对所杀的众生无有任何大悲心，无丝毫追悔之心，只是贪爱血肉的美味，欣然享用。这样，施主和福田将无任何差别的获得同等杀生罪业。华智仁波切在这里为什么他要以我们这个出家人来比例呢？这个也就是啊，因为我们出家人是我们世间的解脱床相啊，非常要紧，所以仁波切这里对我们出家人自身的这个要求啊就很严，所以我们自身来比例啊，这样来说。那当我们的上司啊出家人去别人家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啊，这个在藏地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我上司出家人到他家来了，应该好生的供养啊，所以就把那些美味啊，杀羊啊，这个杀牛啊，来用这些来供养他们啊。所以这个在很有些很俗气的、很世俗化的这些出家人呢。就是啊，会有这些现象，但是像华智仁波切他这里呵责啊，也就是让大家生起一个惭愧心啊，杜绝这种现象。所以我们汉传佛法里啊，这个一两千年来都是素食，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你像其他的啊，不是素食的地方，都难免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上师这里呢特别的来提醒大家，那些大人物大官员们无论到哪里都因殷勤款待他们而杀害无数的生命，这又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现象我们现在还是看得见，那些当官呢 那些大人物们啊，到哪里之后啊都是山珍海味啊，甚至我们你看我们出去看一个水很基本的一个小饭店，哇，你看了，特别我们宁波这个地方这个海产品啊都是很多很多，都是鲜活的。前两天我们去学车，你看中午的时候就那个驾校边上啊都是小饭店，我看了每一家全部都养了一盆那些鲜活的东西啊，都是这样的，连个小的饭店也不是说什么大人物了，
啊，但是你看有时候啊，请的师傅啊，驾驶员的师傅请吃饭，都是啊那些活生生的东西啊，请他们吃。所以这个就可以知道，每天在这个世界上所造杀害的生命啊，他说杀害的无数的生命啊，这个无数这个字啊，我们举目可见，在这个世界上每天有多少的生命被杀掉。那些富翁们牛羊无论有多少，衰老的时候都将被宰杀，几乎很少是自然死亡的，因此杀生不计其数。这个华智仁波切眼里看这一些觉得不公平的，哎，很多人认为这个啊，这个很正常啊，很多人，但是仁波切也看到不公平的，一个生命这样子啊，相互之间的关系，存在的关系，仁波切认为是不正常的，啊，所以啊，这里边仁波切以悲心啊，在讲述这些事情。大小公绵羊，无论到哪里，都只有被宰杀。大的、小的公绵羊啊，在哪里都是被宰杀的。那母羊啊，它还能够干什么？它能够啊那个挤羊奶啊，啊生小羊羔啊，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很多，你看外面很多的店呢、啊，那各个城市都有啊，蒙古什么烤羊啊，啊乳羊啊，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啊，羊肉更是啊。是这个市场上很大的一个比例，占很大一个比例。这羊肉哪里来啊？羊肉出在羊身上，哎，这个羊都是要被宰杀才会有肉啊，嗯，所以这个世界上每天这个生活当中啊，就这么多的可悲哀的事情在发生的，啊，就像我们现在你看，昨天我们为了庆祝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我们做法会。哎，这个想一想，这个人类5000年的文明，现在啊，我们从公元计时啊，说21世纪，用佛历计时的话，那2549年了，有2500多年啊，人类有这样的文明以来啊，但是发生那样惨无人道的事情，要说在动物身上，在我们人的身上也是啊，屡屡不鲜。啊，那些犹太人，当这个开始之前，他们没有意识到有这么可怕。当他们被拘禁起来，啊，被一个一个拘禁起来，然后哎，看到哎，这么多犹太人，他们自己看了都很奇怪。平时你比如说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哪里会有那么多犹太人聚集在那里？但是当所有的这些犹太人被关起来，集中营里去的时候，是几千几万啊，他们看了都挺奇怪，他没想象到自己会有以后会有那样悲惨的命运啊！哎，他们还以他们的幽默的方法在过他们那种被监禁的这种生活，哎，那我们看到这种二次大战的这种影片啊，那种然后关着走进那种煤气毒气室，成排的走进去门一关，然后成堆的尸体就拉出来了，才60年呢，那哪里来的？啊，像我们中国人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我们的最著名的一个南京大屠杀，在短短的几天啊，里面10万、20万、30万的人呢，倒在了血泊当中，或被活埋，或是被机枪扫射。或者被砍头，但是我们佛教讲，欲知世上刀兵劫，且听夜半屠门声。这冤冤相报啊，这种杀生的产业，这种怨气啊，回荡在这个天地之间呢，终有一天人会像琢磨一样的，琢了磨一样的。失去理性了，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人道仅限于人道，人之间，这个人对畜生也应该有人道啊。
啊，所以在这个我们近几十年当中，世界各地又相继的出现了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法，总算我们现在人呢，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已经开始尊重现实，尊重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这么多邻居了，认为也慢慢的有点发现，啊，有点发现，所以我们佛教的这种慈悲的思想，与社会、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和谐共存的这样一种思想，渐渐的被进步当中的人有识之士所认可，啊，所认可。所以啊，这个时候你看华智仁波切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都没有爆发的时候啊，华智仁波切这样的语气，悲悯着众生的这种苦难命运的这种教言，啊，可以看到这一般，可以看到我们佛教是怎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佛教对这个社会有如何等的意义，有何等的意义，啊，佛教才是啊。令这个和平的气息能够存在的，啊，能够存在的这些，啊，所以说，包括这两天嘛，我们电视上也在放，啊，包括那些美国人呐，啊，在美国总统府前啊，甚至，啊，很多地方游行抗议那些部队撤离，啊，甚至也有军人，有个军人他这样讲，说本来我是啊，这个911事变当中啊。纽约在被着各种方式袭击的时候啊，他觉得他应该拿起武器来抵抗他们，啊！但是当他参加了部队，他参加了这种战争，他到这个啊这个伊拉克还是什么地方啊，去参加了战争，啊，看着他的那些同伴死去，啊，在整个战争所显现的一切，他觉悟了，说这个世界不能以暴制暴，不能以暴制暴，不是方法。啊，以暴制暴不是方法，啊，所以这一个士兵他这样呼吁，啊，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也就是啊，就是这个佛教有何等的重要性，哎，但是呢，这个世界上还有那种声音在发出，还有那种声音发出，比如说以前呢，有的啊，有教皇在啊提倡啊世界和平的时候，啊，在倡导世界和平的时候。就有某个国家的高官，他就说你手里有多少部队啊，你在这里提倡和平，他那句话就是什么啊，你没有武力，你没有一定的力量，你怎么样提倡和平，意思好像啊，和平只有在武力下被维护才能会得到，这个在这个世界希望大家慢慢的有智慧，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大小公羊，大小的这种啊公绵羊，无论到哪里都只有被宰杀，羊生狮子时，每只羊背上约有上亿寒生丧命，因此拥有百数以上羊只的主人必须啊必将堕一次地狱。哇，你看，所以大家本来是好这个衡量富贵啊，衡量富贵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他家养了多少只羊，拥有多少只牛，啊，这个在藏区啊，这个是很显眼的，哇，他家里有多少牛多少羊，但是这里尊者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后果，所以我们这些人唯以造杀生的各种方便来度日，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啊，都是这样不知不觉当中啊，每天都在这个杀害生命的这个种种的这种现象当中在度日啊，在度过每一天的，犹如罗刹一样惨无人道。哎，我们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佛教徒认识了这样子现象之后，才要戒杀，要戒，把这种恶的这个行为要把它刹车刹住，啊，让他在这个。赶快停止下来，不单单戒杀，还要放生。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呢受戒去的时候，背53个，这个53个这个咒子的时候啊，其中就有一个，
从旦至暮什么？啊，什么？这个有一句偈颂呢，怎么背的？想不起来了。那个意思就是，早上眼一醒过来，啊，眼睛睁开要下床的时候，下床脚还没沾地的时候，就要念这四句话的，啊，这个就是啊，从我下地。啊，从早到晚，脚还没落地就有这个意识了，啊，就有这个意识。能在我们脚下伤行或者啊伤行的那些众生啊，都能门，都要发一个愿了，都能但愿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也就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平时做人的时候啊，啊，要伤害多少的生命啊，所以才有这样一个这样一句啊。这个颂词和这个愿词啊，母牛一生为人们使用，提供牛奶，如同父母亲一样，以大恩养育我们。哎，是不是？你说我们每天的这个牛奶制品有多少啊？哎，我们农村还好一点，城市几乎每个人都会要吃牛奶，平时。所以母牛对于我们人来说就像父母亲一样的以大恩养育我们，但是我们却宰杀他们享用血肉。如果想到这些人，甚至比罗刹还残忍呢。哎，所以这个华智仁波切在这里，他前面说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都是知道或不知道的一种种的方法在杀害众生。哎呀，想到这些真是很惨无人道的，真像这个罗刹一样。再下来再细想一想，你像对我们人有这么大恩的人，这么多这么大恩德的这些众生呢，啊，一辈子为我们贡献，吃进去是草，挤出来是牛是奶，结果我们还是要杀他吃他的肉。所以在我们汉地里面，不要说佛教界，就是一般性人间这个有道德的，他也是说不吃牛肉，不吃牛肉。为什么？因为牛，不管母牛也好，公牛也好，你特别农村啊，牛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耕田的一个工具，啊，是最辛苦的。就像我们比喻嘛，要做牛做马，啊，那种辛苦啊。它为人呢，是人我们最好的一个伙伴，为我们人呢，啊，一生当中啊，辛勤的劳作，啊，吃的仅仅是草。啊，为我们人最苦最累的活他干，所以我们这个特别作为我们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啊，农业的社会，所以我们人对牛的感恩是非常的，就是这种情感是很深的，所以很多民间就流传不吃牛肉，不吃马肉，牛肉马肉不吃，啊，这种什么？从良心上来说的，良心上来讲。所以这个从这个华智仁波切这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他说像这样子的对我们贡献这么样大的，就像我们父母亲一样的这个牛，最后我们也要杀他吃他的血肉，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简直连罗刹还比罗刹还要残忍呢，啊，杀生的恶业若具足四种罪业的之分，则将圆满感受杀生的果报。这四种之分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四种之分如果都圆满的话，杀业是最重的。例如，就猎人猎杀野兽而言，首先是亲眼见到了一只啊一个獐子或鹿子等野兽时，他认准了这是某某野兽，称为了之，对境为众生，这是第一点，第一个他已经成立了第一之分。然后对此野兽生起想杀的动机，啊，称为生起欲杀之意乐，这是第二之分。第一是什么？第一知道他是一个众生，他是有生命的。第二，哦，他想杀他，这个是，啊。之后猎人有火箭、枪等击中其要害，称为加刑，采取行动。啊，这叫加刑啊！啊，他知道他是动物，
第二想杀他，第三他已经采取行动了，啊，已经用剑或者枪已经射中他，这是第三之分。紧接着断绝了那个野兽的命根，使他身心的聚合瓦解。因为神识和肉体结合在一起，这个是啊，这个是称为一个活的生命啊。但是他击中了这个身体的要害之后，啊，这个猎人呢，甚至啊，比如说比已经受伤跑不动的一个獐子啊，啊，或者是某种猎物啊，跑不动的，他追过去之后用刀，我又断了他的命，啊，让他真正的就是说已经死了，啊，这个就称为啊，啊，这个之中。第四之分称为究竟断绝命根，第四之分。又就宰杀主人拥有的一只羊而言，首先主人告诉仆人或屠夫要宰杀一只羊时，了知所杀的众生是羊。这个我们在外打猎的时候是在前面的这种现象，这四种居住，就是平时在家里宰杀你自己所养的，也是自己杀或是叫人去杀，首先你是知道他这个是个啊，他是一只羊，这是第一个。他们想要杀某某，他们想杀的时候，这第二之分已经具足了，就称为生起欲杀之意乐。那个屠夫者拿着一根绳索前去捉住将要杀的那只羊，将其掀翻在地，用皮绳捆绑它的前后蹄，并用细绳勒住他的嘴唇等，啊，这个就是什么呢？用绳子啊，将身躯的口的周围紧紧缠绕，使他闭气。所以这个西藏啊，他杀羊的方法他是这样的，他是用他窒息的方法，他是把他那个嘴啊，蹄子绑住了之后啊，他把他嘴用绳子把它缠起来，缠得紧紧的。所以他嘴也不能呼吸，鼻子也不能呼吸，这样子啊，窒息的，称为采取啊杀生的行动，这是第三个已经具足了。这时那个众生感受气息分解的强烈痛苦，呼吸中断，瞠目直视，眼泪汪汪，尸体被噎到室内时，称为究竟断绝命根。你看一只这个羊啊，就这样活生生的，就这样窒息啊，啊，那种多难过啊！你看，所以这尊者是特意的要来描写这种状况啊，希望通过这样子把我们的这个悲心唤醒过来，唤醒过来，啊，这个你看，所以这样气息分解的强烈痛苦。呼吸中断，瞠目直视，眼泪汪汪，啊，这几个并列的词啊，这个尊者就是同情这些众生，啊，他是一是同情他，一个是要唤醒我们的悲心。所以，当这个动物断绝命根的时候，这个第四这个杀的这个四个分支啊，都已经完成了。接着，主人用刀子啊剥皮时，肌肉还在颤动，啊，这说明当时能变之风尚未完全消尽。这个在一个众生的身上啊，有几种风，有五种风：上行风、下行风啊，变啊，就是变啊，能变这个风，遍布的风和这个持命风，啊，这几种风，这个使我们这个生命开始运转，啊，比如有的食物吃下去怎么，啊，比如说有的人啊，胃肠道它不好啊，它属于下行风不好，那用什么药来补足下行风使它好，啊，有的人呢，他是上面啊，这个不行，那是有时候上行风不好，所以他这个里面呢，他这个名词呢，就是啊，这个在我们佛教的这个医学上啊，它的一种。所以当一个生命他神识，当他的命虽然断了，命根虽然断了，但他的神识有时候还没有离开他的身体，有时候他的其他的几种风，比如说持命风已经断了，持命风虽然断了，但是他变形风啊有时候还没有断，
所以说啊，这个时候他都能够感受痛苦的，所以和活着的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你看他已经断气了，那刀在剥他皮的时候，他肉在颤抖，这个时候就像没有死你活剥他皮一样的，这个众生会感受到这样的剧烈的痛苦。这时主人又立即将鲜肉放在火里烤，或炉灶上煎煮，然后进行食用。如果想到这一点，食用活生生众生的那些人简直与野兽无有差别啊！这个华智摩揭真正是观世音菩萨一样的这种悲心啊！他看到众生为了这样子猛烈的痛苦，那些人无视于这些痛苦，只是为了满足于这个口的这个饮食，这种口肠胃的这种乐啊，而无视于众生的痛苦啊。所以啊，仁波切这时候就在这里就说啊，这种人呢，简直与野兽无有差别。前面说是，就像那些对我们人类有巨大贡献的人，我们却不感恩，反而要杀他吃他，那这个比罗刹还要残忍。这个下面讲呢，你看这些众生在生活在我们身边的，然后有这么样残忍的手段，就是为了要吃他新鲜的肉。这种我们这个人呢，这比这个野兽啊，有时候还没有什么差别呢。现在有些人升起杀害某一众生的想法，或者口中也言说此类话语，虽然杀生没有成功，但是已经具足了只对境众生和升起欲乐啊，杀生欲杀欲乐的两种罪业分支，虽无圆满正行那样的罪重，而如同镜中显现影像一样，罪业已染污了自相续啊。所以有的人呢啊，有的人怎么样呢，他哦，他嘴馋了，他看到那个鸡，他知道他是鸡啊，他也想杀他，然后拿个东西啊去抓他的时候，最后没有抓到，鸡跑掉了。虽然他没有把他杀死，但是他的自心已经对这个众生，在这个众生为对境啊，已经产生了要杀他啊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两种前面两种之分的罪业已经造下来了，他的心已经被染污掉了。虽然没有满啊，没有圆满了这四种之分呢，但是这前两种罪业啊已经染污了他。而且还有人认为，除非是自己亲手杀生，所使他人杀生之人没有罪业啊。他说有的人呢啊就这样认为，他说我没有亲手杀啊，我叫别人杀，我没有罪的，是别人杀的啊。或者认为虽有罪业也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哪怕是随喜杀生的那些人也有同样的罪业。你叫别人杀，别人杀了得了一个杀生的罪，他叫人杀的人也得了一个杀生的罪业。乃至我们也没有叫别人杀，别人在杀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家伙坏，是应该杀，好，你也得了一个随喜杀生的罪业。随喜怎么样？随喜杀跟自己亲手杀一样的罪业，这个就很严重。